头到尾我拢唔爱来受过啦。请你莫这么大声好无？我有朋友在房间后，请你唔通家己吵精神。朋友？什么朋友啊？男朋友啊。你在骗我是？是真的。对台湾哈！什么人要搞你？你会当离婚啊？爷啊，你莫搁定亲啊！你拄则是毋是去甲舅爷安大好势才回来？安大舅爷？我甲妈妈回来时阵，舅爷拄好要走，伊的心情真歹。我想一定是因为大麦的关系。大麦甲舅爷讲啥？我唔知啊。我阁廖准讲，舅已经把伊的委屈拢甲你讲啊。无人食。舅一定阁在生气，所以唔睬你。我过来找伊。大妈，你是不是跟舅爷讲一句话无？无伊来气干唔接我电话？你真奇怪呢。阿姨唔接你的电话，你唔着去问伊，也是去问电信局，哪来问我？刚才讲我是你的死党，跟我讲话较客气。啊，若无我若无爽吼，你皮甲我变甲安尼。你。一遍哦，我是你的大妈，你要跟我讲话加一点情况嘞，卖来你啊，我后面是跟你看细汉嘞。你若这个对我这样无客气哦，我是比你更歹看面的啦。你来饮这么多酒，我就知道你在家里。我在生气，所以没接我电话线。黄少爷，现在我只想要一个人安安静静想看看自己未来的路要怎么走。我没想要听到任何的话，也没想要再说，更加没想要跟你冤家。敢不能请你马上离开？舅爷，在这我先跟你回信嘞。我真是不知道你会来阮厝，啊，若无我一定想办法，赶紧回去厝，也袂发生这款的代志。伊恨我弟的，阮大妈都袂晓笑过啊。还是我家己不自量力，自讨没趣啦。原来在恁家，只要你无在我身躯边，我就爱接受恁厝内人对我的侮辱佮糟蹋。安尼嘛好啦，让我较早接受这个对待，让我较早觉醒，莫佫做迷茫啊。别搁在遐想迄一挂有诶无诶，好不好？啥物叫做有诶无诶？有就是有，无就是无啦。黄少爷，我诶存在，干来当带互你困扰，嘛带互我家己痛苦啦。安尼是虾米苦？长痛不如短痛嘛，这是咱两个人拢爱接受诶一句。别搁因为这一挂小可代志，就要甲我提出分手，好无？问题这嘛毋是头一摆啊，你敢会无关系？这位。阮厝内除了阮大妈以外，阮阿妈、妈妈、子涵对你的印象拢真好。我嘛甲你讲过，阮大妈这个人已经无药通医啊，所以对你讲话，你根本无需要去猜，因为将来你要嫁人是我，不是伊。干嘛呢？我看你是准备乌样乌样啦，甲你迄个爸爸同款啦，娶阮大某，搁娶细姨。你知影你甲你讲啥无？我咧讲事实啦，我敢有讲唔对？你迄个大某唔是七个月了，就要替你甲你个婴儿生落来？那你也知这件代志，舅爷，这是我阿妈、高妈妈对我提出的要求。在这我还真大声跟你讲，到目前这十秒钟为止，我拢真反对这件代志，不管你有相信还是无相信。
你头头讲恁阿妈、恁妈妈对我的印象真好，也唔过因阁要求迄个搬家甲迄个影仔洗落来，由此可见啦，伊已经接受搬家去做恁黄家新妇啊。那恁我呢？我若是阁接受你，我是不是爱有心理准备做恁洗衣？自头到尾我拢唔安尼想过啦。请你莫这么大声好无？我有朋友在房间歇，请你唔通甲伊吵精神。朋友？啥物朋友啊？男朋友啊！你在骗我是？是真的。你放心，我以后袂再来叫你。你是跟少爷冤家是吗？无啦，啊无奈面臭臭，转来就饮酒，到底是安怎啦？啊是不是恁大妈真是讲话去伤到少爷，少爷在生气要杀你啊？妈，我拜托你，拜托你卖讲话啊！二兄，一定是你袂晓骗查埔囡仔，亲像少爷种单纯的查埔囡仔，你只要讲句乖好听话，替大妈家回一个系列就无问题啊！你若唔相信，打电话试看卖。免试啊，伊无亲像咱想的遐尼单纯。咱拢看不着啦。若是大妈真正去伤着伊，就算我跪落来，不是咧，我嘛无要紧。啊，不过大妈真是讲了无唔对，白像人真正啥物话拢会用白。李啊，你这句话啥意思？我若讲出来，你一定嘛会真生气。今早我伫伊借位房间内，看到一个查甫人倒伫伊眠床顶。李啊，敢毋是你看唔对？虽然讲我甲少爷无啥熟，啊，不过我看会出来，伊毋是迄种凊彩的查某囡仔，伊敢会是甲查甫的看作是查甫的，误会少爷啊？敢有可能？我敢有可能连查甫查某拢分袂清楚？志忠，好啊，莫过你妈啦，明仔载上班呢。你莫管我。